年纪轻轻就想婚，孩子，你想清楚了吗？你早婚的理由是什么？我早婚的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的老公非常富有，遇到好的人就赶快嫁了，不然我真的很怕下次不一定会遇到这么好的人。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太年轻就走上红地毯？你有想过那些问题，只想说啊，两个人在一起很幸福快乐。家庭就要生活了，不能靠幸福快乐来付水电费啊。周一到周四晚上9点钟，爸妈囧很大。